Ladies and gentlemen， 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的虹口体育馆，共同关注瑞武湖瑞武终极格斗。我是主持人童宇，我们又见面了。瑞武是中国首家经政府批准的专业 MMA 赛事组织，继之前成功在我们上海的虹口体育馆举办了三场瑞武的比赛之后，得到了我们大量的瑞武 fans 的鼎力支持，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把我们瑞武的八角牢笼放在我们上海的虹口体育馆，和大家共同分享瑞武的精彩。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没错，有你我们的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隆重的邀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竞训三处的处长周金彪先生，欢迎您。也希望感谢您莅临到我们的比赛现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有请我们的周金彪先生为我们隆重宣布瑞武湖瑞武终极格斗比赛正式开始，有请。我宣布瑞武湖终极格斗比赛现在开始。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周处长，谢谢谢谢，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那接下来呢，也为大家隆重的花一分钟的时间鸣谢一下我们本次赛事的所有支持伙伴。本次赛事所有支持者：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我们的赞助商 Bad Boy Rose 皇家护理、老虎电视、金杯汽车，电视合作伙伴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广州竞赛频道、陕西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以及我们的媒体合作伙伴新浪、腾讯、 PPTV、 优酷、乐视 TV、 爱奇艺、视讯中国，还有 MMA 奇特。同样，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瑞武对中国的 MMA 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的话，都可以登录我们瑞武的官方网站 www.rivchina.com。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将在瑞武的八角台当中为大家上演12场精彩的瑞武对决，所以呢，我们每一场精彩的比赛都将会通过网络和视频的直播为大家逐一呈上。您可以通过腾讯、新浪、 PPTV、 优酷、乐视 TV 观看我们比赛，同时也可以通过视讯中国 APP 手机直接观看。山雨欲来风满楼，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今天我们的瑞武八角台当中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共同关注大屏幕。
件事。好嘞，我们选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八角牢笼当中，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第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蓝方选手，蓝方选手来自山西，训练地北京大王俱乐部，体重57公斤级 ，MMA 战绩2胜1场无结果。蓝方选手就是来自山西的杨建斌，掌声送给他好吗？谢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杨建斌的对手，我们的红方战士，红方选手来自辽宁，训练地沈阳荣道俱乐部，体重57公斤，还没战绩0胜0负。红方选手就是来自辽宁的吴泽，欢迎你。同样，这场比赛也是杨建斌和吴泽的首次交锋，在我们的赢量级当中的一场精彩对决。虽然六月我们上海的温度比较高，但是我相信我们上海所有观众的热情，你们的呐喊声、欢呼声比气温还要高，对不对？在我们第一队选手即将进行战斗之前，再次给他们最隆重的欢呼声和呐喊声好吗 ？OK， 精彩的比赛，当然有金牌的裁判在我们的八角台当中进行执法。我们本次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赫伯·迪恩先生，有请。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 Ruff 福的这场比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郑文琪。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贺鹏，欢迎大家收看瑞武十三。对，好，我们今天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一场57公斤级的银量级的对决，由杨建斌对阵吴泽。杨建斌这位选手来自山西，年龄20岁。哦，一上来看到两位选手就是一个拼拳，看得出来杨建斌直接拖住了地面，主动抱摔，对，抱摔后进入了对方的半防守，但是对方牢牢控制住他的脖子和腋下。对，因为吴泽这位选手也是第一次出现在 Ruff 上面，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地面技术怎么样。对，本次不仅是吴泽的 MMA 首秀，也是他的 Ruff 首秀。对，而他面对的杨建斌的话，已经在 Ruff 取得了2连胜的战绩。吴泽来自沈阳荣道格斗俱乐部，杨建斌来自北京大王格斗俱乐部。刚才主裁提醒杨建斌是不能打对手的后脑。看到这边有起桥要翻，但是在半防守这样子翻的话，是一个比较徒劳的动作。对，刚才吴泽起桥想往自己的左边把杨建斌翻回，但杨建斌手撑了一下。现在又是直接打到起撑的位置。现在对吴泽来说稍显被动啊，因为对方处于骑乘状态的话，下位选手很难控制对方的脚，对方可以直起腰来进行地面拳。看到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可以多起桥，来尽量把自己的腿放到原来就是杨建斌两条腿的里边。对的，现在对杨建斌来说，应该要不用那么急躁，保持好平衡。对。果然是连续的起桥，但是杨建斌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吴泽起桥的时候应该注意对方重心，随意起桥对自己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他是有一些没有章法，而且对手已经骑得非常高了，在一个 high mount 的位置。是的，现在杨建斌的双手已经解放出来了，而且吴泽连续的击打腰。翻过来了，翻过来，吴泽到上位了，进入了杨建斌的。这边杨建斌可能是想要拿三角吗？他的一只手是控制着，是的，而且吴泽飞虽然是首秀，但非常有经验的起桥，把之后把对方往龙边逼啊，
这样对方的头一旦顶着龙边就很难瞎行逃脱做动作了。现在杨建斌在下位封闭式防守，而上位的吴哲的话他也没有太多的进攻的动作，估计吴哲刚才起桥耗费了很多体力，没先缓一缓。哎，看到主裁的话可能会等不下去，如果你再不做任何攻击动作的话。好，连续的击打，现在宁愿被打几下也要起身的，聊起来果然一个反摔非常漂亮，再次进入对方半防守。吴泽有点没有想到对手不是要站起来，而是直接将他放倒了。现在杨建斌继续是想进入骑乘状态，又是骑乘，几乎要骑乘了，然后又一次骑乘。刚才杨建斌有个膝盖打身躯的动作，对的，不错不错，这个地面站的攻防转换非常的快，大家都非常立体，上下翻腾。对，因为57公斤级别，两个人体重都比较轻，所以翻来翻去的话会非常容易一些。现在杨建斌在下位控制对方的手臂和腋下，防止对方。杨建斌是要蝴蝶防守，要做扫吗？果然又扫吧，然后又被对手给翻了过去。场面非常的跌宕起伏。对，没错，两人在不停的转换位置。现在杨建斌在看场外大屏幕对方的位置啊，不是不专心啊。现在第一回合剩下1分20秒的时间。刚才他有个脚后跟打肾的位置，突然站起来了。看来吴泽把对方放起来，主动进入地面站立站立战。哦，看到杨建斌是不想打站立啊，是一直想拿摔。对的，杨建斌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抱，又是单腿啊。吴泽逃出去了，吴泽速度还是挺快。一个直拳。又是一个想摔，抱双腿摔。对方起身了，勾腿。又是绊，没有用。这个是看双方谁漂亮啊！好了，一个抓头的过肩。但是直接被对手拿到了后背。有点吴泽稍显被动。但是还剩下30秒的时间，能不能拿到什么裸脚之类的位置呢？杨建斌的双脚已经勾到他大腿内侧了，但是拉伸了凸后跟的动作。而且杨建斌现在是用小拳磨血啊。吴泽稍显被动，但是他现在还有10多秒钟的时间，一旦挺过去就可以到下一回合，可以马上站起来，马上站起来。吴泽好像有点没体力了。还剩下最后的10秒。杨建斌想保持上位的平衡，不停用小拳干扰对方，然后找机会来做背后的裸脚。好漂亮，在最后阶段啊，杨建斌打得还不错。这一次双方的飞腾。好，我看到两位选手，这是第一回合的一些精彩的场面啊，这是连续的击打。起桥，得到了上位，再起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摔法，倒摔。刚才双方都是你来我往，你上我下。看来杨建斌更注重地面技术一点。我们看到他有多次想要去摔对手的企图。是的，而且他也是参加过国内多次柔术比赛的一个选手，所以说他对地面技术来说更依赖一点。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大家看双方的那个战术，相对上一回合有没有调整呢？是继续你摔我打，还是换成我摔你打呢？一个杨建斌继续抱单腿摔。好，看一下，漂亮。想做断头台的感觉，但是这个角度做断头台不是太好，因为他有只腿在对方的半防守里面。好，我们看到这边他是用了非常大的力啊，想做断头。这样的断头有点而且是在半防守上面，而且上位的选手可以用那个地面拳来做干扰。现在对杨建斌来说，他比较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位置给拿出来，而不要一直是被对手顾着头。对的，可以想办法用手推一推对方的膝盖，把另外一个膝盖和腿给解放出来。
这个动作对吴哲来说体力上稍微有点吃亏，对对对，想办法变成封闭式防守也可以。但是杨建斌的话，那杨建斌拼命的用左手推对方同侧的膝盖，不让对方变成封闭式防守，因为变成封闭式防守就很方便做断头台。但是感觉杨建斌也比较难受，因为他除地面拳干扰动作非常的少，频率也非常的低，这边可能会锁的还是比较紧的，我们看到他没办法挣脱出来。哎，出来，挣脱出来，果然是手没有力气了。对，因为在半防守里面做断头台是非常耗费体力的，是个不成功则成仁的事儿。嗯，现在杨建斌还是跟上一回合两次情况一样，在上位，在对方的半防守里面。哎，起桥啊，又是被对手拿到了起秤，拿到起秤了。而且杨建斌现在双手持地面，这个肘击非常重，很重，漂亮，打得砰砰作响。对，但是要小心自己的平衡。吴哲在下位起桥的时候应该控制对方的拳头，哎，又被对方拿到后背 了、哎，而且这样变成 two hook。 嗯，现在应该防守一下自己的脖子。这时候杨建斌也不急着拿对手的脖子，而是先选择了击打。啊，果然，因为一旦被对方在上位拿住后背，双脚勾住你的大腿内侧的话，作为下位的选手是很难挣脱和逃脱的。嗯，因为你人体大部分动作都要靠那个腿来配合完成，一旦对方勾着你的腿，你是很难做其他动作。看到这边吴哲他是比较被动，而且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来逃脱这个位置。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杨建斌有一只手已经勾着他的下巴下面了，啊，已经是勾住了。所以说吴哲这个时候就应该用两只手去防。又出来了。好，脚技的那个威胁已经摆脱掉了。哎，对，我们这边看到杨建斌打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对手给翻倒在自己的背上，而是一直骑着对手。对，这是一个哎，是的，这边是有那裸脚的机会，裸脚的机会，哦，锁紧了，拍了拍了拍了，背后裸脚降服，杨建斌胜。好，我们这边恭喜杨建斌。第二回合，嗯，裸脚，背后裸脚胜。大家可以看到杨建斌喜出望外啊。对，杨建斌现在瑞武的战绩已经变为三胜零负一无效，这对一个职业选手新人来说战绩是非常骄人的。对，希望下一次他不用再打第一场比赛了，电场赛。对对对，他这几次比赛都是电场赛，大家看到他非常激动的像树袋熊一样抱在老板的身上。对，OK， 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第一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来了解一下我们第一场比赛的最终比赛成绩。最终裁判在第二回合叫停比赛，宣布我们的蓝方选手杨建斌以背后裸脚的方式赢得胜利，恭喜。我们大家恭喜杨建斌获得他职业生涯也是瑞武战绩的第三胜。恭喜杨建斌。大家可以看到杨建斌他自己的 T 恤背后，我们知道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自己比赛的照片判定你是一致性判定你为获胜，这场比赛呢同样是裁判认定你为获胜，在这样的两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两连胜，现在心情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毕竟中国的名字叫大王，希望在中国的人记住北京有一个大王的俱乐部，很牛逼。好，再次感谢建斌，也希望建斌能够在下面的比赛当中有更出色的发挥，谢谢。在这里呢我有一件事要说，两件事，非常感谢大王 BK培养了我两年，我杨建斌在瑞武这个擂台上，我发誓，我杨建斌一生，除非大王不在，我永远跟着大王。还有一件事就是，
在场的有很多人不知道赵亚飞的情况，也许有很多可能，但是如果他走不下去 MMA 这条路，我希望我杨建斌代替赵亚飞走下去 MMA 之路，谢谢。